早安，先自我考看视力片，吃早餐了，今天要吃饱一点，要吃咖喱饭，然后再配我的蛋饺。那个，这是我的早餐，我们喝一杯巧克力豆奶。还不错耶。杨婷，我出门啦，预告词。现在要出门了，奶奶贴，拜拜。我的脚很长。今天是我朋友的爸爸在，所以要等他们。等一下是哪一个？Okay, quickly, not talking. Back.现在去吃午餐，希望还有胃，我可以吃了，因为爸爸要到了。芝麻酱炸鸡饭，好像这蛋黄要破了，我怕破。现在我去瑞曼买点东西要回家，很晒耶。快点快点，来呀！嗯，拿铁。这个是我刚刚买的 Cookie and Cream 的面包，但是是新的哎，该我在那边看到只有最后一个了。就很想试试看，不然我问妈咪要不要，但是她讲太多 cream 我不喜欢。嗯， Oreo cream 好像是那种 McFlurry 一样，那 Oreo McFlurry。甜甜，么么。现在去吃晚餐。吃早饭。Yes, yes.
赤酱锅。吃完了，很久没有在这边吃了。妈妈来买面包，去买明天的下午茶。很想要耶，但是妈咪应该是不给我吃耶。买了一个人的马丁。什么？回家了。拜拜哟。Hello， 大家早安。我现在我先读小的吧哟，吃早餐啦，香蕉，马芬，超大个，然后再喝多一杯豆奶。现在边吃边读书，因为二十课我昨天读不完了。现在我出门了，拜拜弟弟。今天我出去了。我在等这个的 Grab， 他这边来着，是黑色的，来了。是要考吧，又等一下。别说我那样做过，然后我又拿出来，然后另外一点考又再加一点，然后再加。先去考一考，我也是。我电梯上不到，好奇怪。好完了，觉得蛮不错的，会很难，但是我有一题会做，让我去吃东西。现在等电梯。那最后两天在这里吃东西了，好晒。吃完了，超好吃。去图书馆坐一下，等爸爸。我读书。
今天吃了两个 muffin， 哇，有点硬，哎呦！好吃。现在是去买面包，然后下雨了，我要开雨伞了，不拍了。买什么嘞？这是我妈咪煮的爱心粥，搅拌。那么就真的好吃。改改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点播室。妈咪下很大很大的雨，现在要吃我的早餐，然后喝一杯奶。其实我五点半就醒了，因为我昨天很早很早睡，九点。考试真是考我要吐血了，很累。觉得很容易，我都会做一样。
现在要去什么地方买一点面包，然后听你讲学校对面开了一个什么韩国意面，我去一下。先把书包放这边。我喜欢片，但是我没有很喜欢啦。OK， 没有东西，我走了。买面包。哦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我的那个马菲没有。跟妈妈要好像有麻薯，哪一个吧？回去了，所以现在我就要回去了。到了。我吃了下午茶，巧克力面包，一边读书。现在去吃晚餐，外面下雨，该吃了，不干，不干。美吗？到这里超美，快点进去。雨伞在放哪里？放里面那里。咖喱炒饭呢？我们的热绿茶。我一边工作。我们三个人都叫咖喱炒饭，好久没吃了，这是我的。还有点了一个菜，吃完了，但是不好吃，它炒饭没有放盐。这是他们送我们的，这是雪媚娘啊。是雪媚娘，但是它里面很多那个。现在去带了爹，爹爹，下雨水带来楼上走。现在艾莉我的影片，这里已经是我考卫生最后一天，然后我就解脱了。现在我吃早餐了，有点饿。这是我前天在福利店买的抹吉面包，然后这个是我昨天在 Tesco 买的那个 Red Velvet Cupcake， 要吃饱饱它。我吃卡克先，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吃热的，我的帖子是很难买到，就昨天很庆幸给我在 Tesco 看到。我现在要出门了，今天是我朋友的爸爸在去。你去上厕所，那考官有跟着你。他站在我门外面等着我上厕所。你门外面？啊，我门外面呢。那时候的考官的那个呢，他就站在这里外面等。那时候考白哟。你
烤白肉去。你多了两千不？你飞，你一定在里面。还没有开呀。这一年都是考试，进去了。等我朋友，现在去吃东西，很忙的那个飞机，我觉得肯定是不及格哦。嗨，现在我要去吃东西，再稍微有最后一餐。哎，超赞，这是最后一天哟，干什么呢？最后一天当然是我最爱的一档，最后一餐的卤鸡饭。我吃完了，还想吃多一盘呢。去最后一次图书馆去坐一下。拜拜了，这里来啦。你一个人在家。Hello， 你好独立哦。Hello。没见到。先冲凉。现在我 edit 我的影片了，然后明天就可以发啦。现在我要自己去吃蛋糕，就庆祝一下自己毕业快乐吧。本来今天我想去吃那个 Tiny Hills Burger 的，但是。哎呀，吃附近就好，因为现在我讲我要去吃妈咪，好像有点不太给吧。对的，就是这边，因为没有哪里能去了。这里面，哇，看见有什么？我点了一个，就是优贝拉文达蛋糕。它茶味很浓很浓诶。Oh my god， 我很喜欢。很好吃。那有味真的味道真是很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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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。吃的我酷，我真的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蛋糕。要看来不要掉价，真是很香很香的热热味。吃完了，我真的只是讲一句超好吃。现在走了，太满足了，好快乐。哇，好多卖东西的，有圣诞的气氛了。滴滴，你在干嘛？现在我在。现在去买晚餐，来买炸饭，不要买咖喱饭，什么也不要。我买的免费的汤，哦，红枣。
小黑豆汤。我的晚餐。现在是狗狗去走，走啦。大家，我的 vlog 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我们下个 vlog 见，拜拜。